真的可以高调起来，真心安利给全国人民。新疆奶粉绝对是可以一直相信一直买。哈纳斯家的淡奶粉和奶茶粉喝一次就会爱上，怪不得那么多人说好喝。是我喝过奶味最浓的奶粉，配料只有生牛乳，泡出来是真的很浓很纯很滑，但一点都不会甜。他们家的奶茶粉也特别好喝，甜口的，跟我在西藏喝的当地的咸奶茶味道很像。香橙的口感带点咸咸的味道，跟平时喝的奶茶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要细品才好喝，一旦喝习惯了这个味道是真的香。最后一个海河的奶粉，美娜尔店家的，之前喝过他们家的甜牛奶，跟这个相比味道有些淡，倒是和哈纳斯喝不出什么区别了，几乎一样，配料也一样。兄弟们想喝的话，买哪个都可以。